果冻硅胶的韧性哦，到现在来讲，以我们的医疗生物科技来讲，它已经做到非常的坚韧哦。它的韧性是非常让人家放心。我们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力量可以遇到的挤压，包括按摩，包括趴，甚至包括一般的运动，大概这个韧性我们是完全可以放心，而不是说摸一下就会破，或者很脆弱，或者是说必须时时刻刻担着心说它会破掉的这种状况。果冻硅胶的磨损是长期的，而且是让你想不到的。就像一张纸，在固定的折痕里面只有1000次，大概会从折痕那里就破裂掉。那果冻硅胶一样，就像我手上示范的这个是一个从客人身上拿出来，还有这个就是左右的两颗。那我这样挤压就可以看到两个很清楚的这个反折的反光。那拿出来之后，他这个客人他是放了大概将近10年。这个折痕是已经是定型的，就像两个铁轨一样。它的原因就是说，今天放进身体里，空间不是足够它整个伸展开，而是把它折住。这个力量的挤压虽然不是很大，就像我手这样轻轻压的力量其实不是很大，但是呢，它是一个很长期的力量。我们说滴水可以穿石，就是一滴水慢慢滴，慢慢滴，滴10年石头会凹进去。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夹膜的力量。它的破坏是慢慢形成的，所以就会产生，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还好是早一点拿出来，不然大概不知道在1年2年，应该会在某个时间点破掉。再一个原因就是手术的磨损，手术的伤口当然尽量越小越好，通常是3.5到4公分的伤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的大，直径差不多11.5到12-13，我们要塞进去，其实要透过很大力量去挤压，可能造成第一阶段时间的损伤，它的损伤甚至大到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医生在第一次塞的时候，手术的当下就破掉了，以至于被迫要再拿一个新的放进去。那硬塞进去，其实这个果冻可能已经受损3成或4成，那这时候再加上后面的假膜的收缩或者是外力，当然你可以承受的时间也就是破的日期可能就更短了。现在台湾在我们的这个市场上，卫生署通过的美国两大原厂一个是 Mentor， 一个是艾力根，他们的对果冻的保护都是终身的所以在果冻的易乳如果是破掉要重换的话，针对这个耗材是终身保护是免费的，只要你是原厂就没有问题。可是要得到一个新的易乳，需要经过手术的行为，手术的行为里面包括手术的team 的时间、医生、耗材，还有包括麻醉，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些费用。我们的答案不是告诉他说果冻硅胶有如钻石一般可破，钻石也可以把它切割破，还可以切成我要的形状。所以即使钻石都可以的，哪有那个不会破的东西？但我们的重点是，这个破会不会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会不会常破掉？会不会没办法应付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答案是不会。只有夹膜的挛缩才会造成这个可怕的情形。